OK，来，给你这个 function 跟它的 composite function，OK、okay、哦，它要你找 hx，hx 其实挺简单的啦，OK，我们就直接做就可以了，OK 哦。首先来讲的话，我们懂 fx 是等于8除以 x，现在我变成 fhx 这样子，OK，所以我们把这个 x 变成 hx 了，也就是它是题目给是 2x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这个 x 变成 hx 的话，它就会是8hx 等于 12x，所以我们的 hx 就是等于你把8移过去的话，就变成2/3x 哦，这样子，所以非常简单哈。然后来到 b 的，b 的话就是它要你找 x 的 value，当 hfx 等于这一个，这个来讲的话，因为我们已经懂 hx 这个了，所以放进去不好了，基本上，alright，所以做法就是 hfx是等于3/4，OK，所以 hfx 是fx 是多么啊？给我看啊，fx 是这一个，题目有给啊，OK，3/4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把这个2/3x 的 x 变成8/x 咯，所以就会变成这样，two，然后3/8x 就等于3/4，所以到后面来讲的话，要弄一下啊，是8/8 x/12，这个应该保留着这个，OK，所以 x 就是等于4/3 19，OK 等于9，所以 x 的 value 就找到了，非常简单。